我。一德德爬山。乖乖好像都不敢玩这个耶，要很勇敢才行。咻，噔噔噔噔噔，呵，哇，一德德摇屁股，小乖你还太小了，你先玩溜滑梯，长大一点再像一哥哥这样。好，你看哦。这样是做什么？用脚夹住啊。嘿，哇！用一只手吊着，然后交换手过去。小乖去溜滑梯呀、啊！小乖从这边上去，这里有秘密基地可以去溜滑梯。湿湿的，用走的啊，滴答答。你带小乖上去，对，用走的，哦，你对，你教小乖看怎么过去，哦，对，就这样，用走的就可以了，对，很棒，就是这样，小乖哟、哦，秘密基地耶，哦，小乖有过来的吗？哇，成功，好，来这里溜滑梯。小乖溜滑梯哦，咻哦！哇，一德德踢到你的屁股了。